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我哋 Lock On 嘅 channel， 我系 Lock On 嘅揸飞人 Chris， 大家都系叫翻我做阿乐啦。咁今日咧见到有个 Scott 嘅纸箱啦，就同大家介绍下2023年嘅 Scott 嘅新款 Foyle 嘅乘车嘅，系啦，咁啊因为未砌好嘅，我哋而家即刻帮大家砌好佢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装起佢啦。话咁快就砌好嘅乘车啦，大家觉得呢个23年嘅 Scott Foyle 30嘅酒红色系咪好靓呢？2023年嘅 Scott Foyle RC 车架喺各方面嘅几何上面都作出咗崭新嘅改良。Scott New Foyle 完美咁样提升咗空气力学嘅效应同埋轻量化之间咧，达成咗一个绝佳嘅平衡点。提供了速度更加快、更轻量、更加舒适，大大提升了这个踩踏的效率。 New Foyle 车架改良了空气力学的科技，经过风洞的实验证实，比起上一代的 Foyle 车架节省了 16% 的 work 数，速度快了 21%， 更加硬朗的车架设计，线条更加利落、更加型格，超低重心的设计后下差，舒适和稳定度都有所提升，更加轻量的车架减少了 30% 车架制造时候的接损位，极致轻量再减轻了 9%。 独家专利的吸震型座管也是 New Foyle 的一个崭新设计，另外也可以选购专用的整合式尾灯。如果乘车的色或者套件不啱你都不要紧，因为我们有正车架发售。如果大家都对2023年的 Scott Foyle 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和我们查询。好了，去到最后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Lock On 的 channel。最重要是什么 ?CLS 我们啦，就是给 comment 啦，给 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按我们的钟仔，下次再看。拜拜。